这个多少钱？师祖，艺术品不说钱，说缘，18000元。那个美女好像不会骑电动车，我决定助人为乐一下。需要帮忙吗，美女？这车怎么啊？这个你要把这个头盔这个线套着就好了。突然刮起了大风，算了，帮人帮到底，顺便请他吃个饭吧。于是我们来到了这家衢州菜，堂前无后。那五干，青椒小公鸡，青椒小青菜。这一桌在抖音团购竟然才99。哎，这个是冰的，要给你换常温的吗？没事，我这样子。